想在这里做针灸，已经针灸了一段时间了，大概一个月了吧。一开始是因为口水流的很多，来灸，就医生认为是身体太虚了。所以有给他吃一些补药。那个是2866吗？哎，对。他好像已经到了。到了，那你，那可以跟他说我们可以。再晚一点，好。那药好了没有？药。哦。那。没有叫到车子。现在是叫计程车。